立正，起立，站住。咱即马继续来讲即个咱台湾话由来啦。哦，咱台湾话叫做，和即个通底叫叫做方言，到底是不是方言？哦，咱讲咱台湾话叫做葫芦话，来对一句。啊，什么叫做葫芦话？哦，就是葫芦话吼，是原始发源的所在的黄河落水、黄河洛阳的中原的地带。哦，这里有这个葫芦话开始在咪遐的讲。啊，这个民族发明甲骨文。甲骨文发明了后，哦，啊，甲骨文发明了后，全渐渐渐渐进入去汉文，再写汉文出来，哦，所以咱真侪真侪字吼，哦，是安尼由这个甲骨文发展来，啊，所以咱甲骨文，什么叫做甲骨文？就是伫骨壳，伫大肌骨的骨头。点头给刻，啊，所以要刻的时候吼，拢直线。所以汉字有一个特色，拢是写直线，无参像 A B C D 安尼，安尼，安尼翘来翘去，咱拢啊直直吼。这个汉文是安尼。啊，伫发展的时阵吼，伫商朝的时阵吼，开始有文字。啊，有文字，它叫做历史；无文字，都唔是叫做历史。叫做书简述。啊，我问一句话讲，啊，中国有几年的历史？迄照咱的课本拢讲五千年啦，啊，啊，其实呢，有文字才三千年啦，尔，啊，你讲碰碰碰啊五千年，加讲碰两千年出来，哦，假跑的，哦，伫故宫博物院，我有去。故宫博物院内底有一张世界图，世界文字的源起、源起，吼、哦，上古早、上头一个有文字是伫埃及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伊写讲有开始3500BC， 3500至元前3500年，加上咱即卖2000年，拄啊5500多年。5500年的时阵，埃及产生文字，但是真可惜，伊这个文字哦，咱今日去金字塔顶头看到一块字，啊，无人会晓读，啊嘛唔知虾米意思，即断去啊！哦，啊，伫中国这个葫芦这个所在吼，伊知名，这是1300BC， 都是。国加建2000年，就3300年前，伫即个黄河流域有即文字出现。哦，啊，即个出现即个字，到我今日咱也搁在用，就是汉字，即个演变起来。哦，有真侪文字全转去，像我埃及文全转去。啊，那日文是学汉文去的。哦，啊，也搁一种伫欧洲。这是个非洲遐的用的什么？哦，希伯来文吼，因这是拼音文字，迄是另外一套一个系统。所以这葫芦话系统哦，因为迄是商朝人的官话，对商朝的国语啦，哦，商朝人的官话。啊，商朝甲周建经建书，所以哦。这商人就南迁，啊，迁去中江以南，因为中江以北才是中原嘛，啊，中江以南根本海外之地嘛，哦，所以刷来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广东、海南岛，哦，还有广西，哦，广东、广西啦，吼，哦，这几省啦，吼，哦，啊，但是来个这几省，不是全部拢大家拢。这几个省拢用葫芦话，
参照台湾规个台湾岛拢在用葫芦话，伊无伊一个都市，一个都市，迄个都市，迄个庄在讲，啊，村里拢无在讲葫芦话，在讲当地话，干哪讲？咱举一个例，邦桥这个所在讲一种话。啊，边仔个人拢无甲你讲同款话，啊，即、這个邦桥即个所在就是方言，方言岛，哦，啊，所以葫芦话就是真侪所在伫讲方，即、這个咱即、這个讲葫芦话所在安尼，加起大，加起大，加起大。举一个例讲，你去新加坡，拄着新加坡个人伫讲葫芦话，伊绝对听有。但是因迄大概大部分拢是潮州人，啊，潮州是广东人咧，啊，就带广东音较重，啊，但是你绝对听有，啊，你讲伊也听有，啊，伊讲你也听有，但是你要讲伊的话吼，你的口口都唔对啊，哦，这就是咱葫芦话安尼沿来为中原留来台湾，啊，要留来台湾的时间吼，经过福建。啊，福建吼，像讲，即葫芦话做台湾的官话，李成功占领台湾23年的期间，台湾话的国语都是葫芦话啊。吼，啊，我一个头人讲啊，北京话咧，北京话安怎来？北京这个所在是较慢开发的所在，过去1000年。有五个朝代在那里做首都，哦，辽、耶律阿保机、辽、金，哦，金就是南北宋的时候，哦，元、元朝蒙古人，辽，那个就是蛮人呐，啊，哦，就是不是汉人，拢嘛蛮人，辽、金、元、明清，哦，在那北京做首都，其中一个朝代是汉人。明，但是这寡人在咪遐的讲这个北京话，北京话是安怎来？都是南调汉语，啊个俄语，哦，咱台湾话有八音，哦，啊有的人讲15音，啊拢好，啊这北京话有5音啦，尔，伊咧较减少，较简化。所以咱要讲迄唐诗300首吼，用个台语来念吼，绝对比用个北京话吼较有意思。那有时间吼，咱再找一个迄个台语专家来念，吼，他才讲哦，原来台语念了这么有意义。啊，这个，所以咱讲这个北京话叫做俄汉语。五零讲的汉语，啊，咱讲的这台湾话叫做湘汉语，湘林讲的台汉语，湘汉语。啊，五零讲的话吼，拢无法度相信的，所以讲叫做胡说八道，哦，叫胡说八道，啊，胡言乱语，啊，所以就讲胡说，乱讲的胡说。啊，都无讲相说，无讲上林讲的话白话。咱古早人有一句话吼，在即个晚清的时阵，登山话，登山人为话对半，讲登山人讲的话吼，该信一半多啊，吼，登山话信话对半了吼，即所以即吼。这就是咱在台湾话，吼，哦，是葫芦话，为黄河一传来，吼，哦，等黄河落水才传起来，啊，传到台湾来，这才是正宗汉人讲的话啦，吼，哦。啊，这个晚年哦，统治台湾吼，袂使娶某仔囝，我头拄有讲着，你若娶某仔囝。啊，都恁拢去啊咧，啊，都踮台湾生根啊咧，对抗满清咧，满清是少数民族，所以真对即个代志真 sharp， 就是
真紧张，你袂使揣无啊惊去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所以当时吼无放心，哦，我爱去揣无啊惊，啊，个无啊惊做邻居。哦，啊，即个所以台湾人吼，当时流传一句话：一个某看赢三先天工作。你有人通娶一个某，看下三先天工作，你拜三先天工作都较输。你有娶一个某啊？啊，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啦。恁厝的吼，那做哪工做做这个结婚喜丧吼，结婚的代志吼，啊有是毋是不顾坐大位？有无？有哦。啊，那母姑坐大位，那不要阿伯坐大位。哎，哦，安尼讲来，我解释，安尼好。这个母姑坐大位哦，证明一项代志：平埔族是母系社会。查某是家长，查某继承财产，查甫是吼、哦、出去外口去用招好啦，啊，查某才是大爱啦，啊，所以母姑只连坐大位咧。你那男性社会吼、哦，应该是阿伯坐大位啊，爸爸这边的哥哥那坐大位，啊，那叫做妈妈这边的哥哥来就坐大位。所以安尼证明，咱就是拢被剥夺。你若有这个头脑的时喏，安尼确定你是被剥夺无电打。你这个传统伊你医疗你传落来嘛？你咪是你发明的嘛？哦，你规庄啊，大家拢安尼嘛？哦，这个啊，所以娶一个某，看下三先天工作，就是讲迄阵查某人足欠的。啊，欠到什么程度呢？会招死查某这个，啊，招死查某，这反正兵就是你有钱就什么什么拢会做，啊，就查某走的，就该囥在布袋内底，啊，就摕去菜市啊卖，安怎卖？你会使手撑落去，撑去摸迄个查某。啊！但是出介绍，啊，请问你要望到位？你用个只头壳想啊，要望到位？来，老先生，来你来，我要望了，啊，你都要出介绍啊？有人有什么意见无？你要望到位？还是讲？到位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欠摸出去啦，摸出去吼，你摸出去吼，你就先讲话，这出去有落啊无落，落个是老的，啊无落个吼，这少年的，啊后生也袂发的吼，迄幼气的，幼气的去卖槟榔西施上好，对不？迄叫做幼气的，哎，幼气毋是。无输无假，无必叫伊幼气的呢。迄是有这历史的缘故呢，人拢有读书呢，是咱无读书的，唔知迄幼气的道理的哦。啊，你都，你若卖牛的时阵哦，牛也袂讲话哦，去看喙齿，对不？马嘛是看喙齿，啊就望喙齿，啊所以幼气的。由来就是安尼，先说讲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这个台湾民族的形成，咱台湾人是一个台湾民族，不是我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，跟那放屁，迄唔对，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哦，因为咱台湾民族为血统讲起来，85%是平埔族的，哦，啊，当时。嘛，这个平埔族吼，这个含义吼、哦，
上拢大，你嘛会去立着高山族，即马叫做高山族吼，嘛拢会南来南去啦吼，拢有啦。啊，但是因为迄阵无文字，所以用个汉字改字啦吼，啊，等等，啊，还有先煞爱讲的，就是讲，啊，阮兜都有族谱咧，吼。哦，参照阮姓计吼，吼拢计自己个后代咧，迄种胡说八道。哦，我拢敢讲吼，阮是迄落洛江个洛侨，我因洛江移民来台北个侨民呐，洛侨。吼、哦，所以台湾民族甲中国民族吼、哦，有即寡无共款，你安尼咯，渐渐你就知影讲啊，确实有影无共款。啊，过去满清统治台湾，满清统治中国，造成上大的死伤，哦，毋是嘉定三屠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屠杀，多位屠杀，安尼即款，是即个吼、哦，沿海30华里，袂使带人，沿海30华里。手啊，拢错印上，因为安怎嘞？要拍一个电线杆，拍袂起上。啊，所以下一条命令，沿海30华里的人拢甲迁走。啊，临时命令来的人迁走，你是不是走无够？破病死的路中几千万人，所以这个汉民族死上最多，清朝死上最是第几？哦。伊这就是沿海三十华里，哦，30华里差不多一华里是576公尺，所以算讲500公尺啦吼，30华里就是15公里，哦，15公里内底袂使带人，啊，手啊粗衣裳，哎，安尼看死偌济人，哦，这满清咧杀人吼，汉民族咧讲都唔敢讲的代志吼。啊！伊第二，甲所有的船只拢总烧歹去，寸帮袂使落海。所以吼、哦，伊这船烧去了后吼，咱移民来台湾的吼，有一句古早话在讲，讲这乌水沟吼，吼、哦、死真侪人，吼、哦，就是因为迄个大船吼，拢是细啊大船，你大大船你坐落去，人都知影咧吼。完全政府都知道，就是水台船，水台船过有乌水沟的时候就变价、哦、所以有一句古早话在讲，十个去台湾，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十个去六个死的乌水沟，到个台湾有四个吼，三个老的台湾，啊，还佫一个感觉台湾嘛无偌好，佫转去。三老一回头，十去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哦，哎，这是以前的人在讲的，不是即阵才发明的名词，就是因为迄个时阵，啊，我有去调查，乌水沟的水流，即嘛会使调查，哪会有乌水沟？啊，另外一撮叫做红水沟，就无人讲。乌水沟是由南上北，因为这个洋流吼、哦，要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，台湾海峡迄本来是吼、哦，甲中国吼、哦、大陆是连掉的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因为海水来的吼、哦、了，全都变作一个水，全都是水啊，海水啊，我拢差不多在50公尺那里啦，哦。这个台湾海峡，啊，这水来到这的时候都缩起来，哦，啊，所以伊爱真较紧的速度流出去，哦，所以这乌水沟是安尼，啊，红水沟是伫福建那边，较我那边大陆罗南的一撮水路，所以当年要来台湾的大波人，四个乌水沟的人真多。啊，所以来台湾，甲台湾的女性吼、哦、并不足来混合来混血吼、哦，这是
哦啊、第三陈成功的老爸陈吉良，陈吉良吼、哦，这样代志甲即马阁有关系。陈吉良本来就做伫明朝做大官，就做啊好势好势，但是想讲迄边还阁有搁较大，要摕三省总督的印啊，要给伊，要叫伊做三省的总督。哎，即马他干呐做福建省来呢，就野心大个，啊，全都去投清，哦，啊，投清清国吼，甲伊封官，啊，甲伊关起来。该上锁了脚铐，哦，啊，过十七年，做一工，用个一个真细项的理由，真细项的理由，该因到大伯十一铐做一工头台死，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大奸也好，要做一个汉奸也好，对方绝对袂信用你，哦，那个讲一个咧，这个。国共内战，国民党的军队哦，有200多万投降共产党，啊，共产党要安怎处理这200多万人？因真巧，因有一个汉奸，甲你即挂人哦做炮灰，通过人海战术，挑工叫你去死，啊，你若唔去死，后壁机关枪甲你拍死，啊，就头前走。啊，头前美军哦个机关枪甲你扫，啊你这边后边甲你挡掉的，哦，啊所以人海战术，你捌听过吗？啊来，人海边那对火海，同样火海一样嘛，吼、哦。但是不过安尼买一个12000的人无死，给遣送上来台湾，这12000的人。就该就按照对待他，美其名叫做反共意识，但是内心来对吼，都气因气到要死，身躯顶头赤字，杀猪拔毛，有无？这个拢是伫咱的面头前发生的代志嘛。反共意识在身躯拢也够赤一块字，即款迄个人等于中国人，去用笑到要死。啊嘛袂对伊偌好，因为你要做一个大奸也好，要做一个汉奸也好，到尾手的下场大概都是安尼。也会利用的，会甲你利用；啊，袂利用的，就甲你杀死。哦，所以这个，这是就是讲狄志良的代志。哦，狄志良，啊，还有汉人感觉迄个无吼，即有风水的代志，都甲你乌乌去杀。哦，就是咱头拄讲扣骨。其实是破坏你的风水，哦，哦，啊，投诚的官兵吼，专哦，甲你送去前线当炮灰，哦，所以尾手有发生这个，清国加苏俄的这个雅克萨战役，哦，哦，这生活在长沙以北。就是关外的满洲人，在1599年有文字了后，哦，过45年，以不足30万的军队入驻中国。啊，因呐想也想袂到，安尼都有法度占得中国吼，统治汉民族268年。这汉民族吼，头壳歹去。派到位，升官发财。我头一回细汉的时阵听到，哎，那外省人讲升官发财，哎，那遐歹听，我讲啊遐大声。哦，原来就是大家拢要安尼啦，哦，不是干那一个那样啦吼。即个为着要升官发财吼，先煞爱讲一个西洋的发生的代志，叫做。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，瑞典是一个什么国家？瑞典是一个工业真发达，瑞典是诺贝尔奖金的颁底下发的，斯德哥尔摩。但是在1971年，他们也发生一个枪案，这个枪强盗入去
入去一个军人，把军人的大伯查某押起来，哦，抢钱，啊抢钱，啊警察就来包，啊所以甲警察对视六天，啊未少警察赢，全甲林志救出来，甲强盗抓起来，啊强盗抓起来了后，全国去甲法院去审判。啊！欢迎新派的时阵，问一个小姐，一强盗对你先讲，伊讲对我真好，嘿，都甲你安尼，甲你阿伯个变个对你真好，好个向天都，我要甲伊订婚，嘿，天哪，有这款人，这欧洲社会哦震惊了，哪有这款，甲秀人当作文人看待，这是什么人？我无法度解说。这叫做所以叫做斯德哥尔摩症，所以这个名称就是这样 Stockholm Syndrome、哦、这个英语叫 Stockholm Syndrome、哦、斯德哥尔摩症、啊、这个病过当年又发生，发生的在这个美国，这是十几个 Time 的那个首页、哦哦、首页来对下这个小姐、哦，这小姐吼、哦，提一支机关枪吼，这 AK-47 吼、哦、的枪。原因是这个小姐是叫做赫斯特鲍西的孙女，19岁，19岁吼、哦，啊因迄、那个强盗就去因到甲这查某抢走，啊甲查某抢走了，甲因阿公要提钱。我最近$1,000,000，哦，1972大概是迄年啦吼，$1,000,000，人好$1,000,000好哩，哦，啊$1,000,000就好伊。哎，这个孙女也无出来啊咧，钱好哩，啊你人无甲他放出来，讲袂使，爱400,000，哦，啊即阵要400,000，哇，那你过要400,000，好，但是爱讲。一个条件啊，都我都用阮孙女会使倒来带使，所以讲无成。啊，讲无成，过3个月了，伫旧金山有一个枪案，啊，迄录影机吼、哦、录到这个小姐摕这个枪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马上这个查某吼，当然去用抓去吼，啊，尼克森总统吼、哦，该。该特赦了等等，嘛是几十年了吼，啊出来，啊这嘛是讲，这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， 就是讲，一破就先变，那会去予强盗抓去了，才甲强盗才变降落线的，哦，啊咱台湾有这款人无？他多山，哦，讲这上，定定在比例的人啊，对吴伯雄啦。吴伯雄哦，因阿伯吼、哦，二二八去用台死嘛，啊安怎台法嘞？因阿姆伫即南竿桥下去发现着伊个尸体，啊伊因阿伯是即个法官，应该是穿西装穿啊好势好势，结果穿一件内裤，啊内裤诶 LP 裤叫挂起来，啊去塞咧嘴。啊！安尼，这尸体摸倒转去，哦，啊，剩咧无摸转去，无摸转去的迄尸体哦，迄南港人吼、哦，全都挖一窟大窟，都该呆呆的，迄嘛叫做好兄弟嘛。啊，这挖倒转去的这吼、哦，这几家祖啊，唔都受到国民党的支害咧吼、哦。但是一拜国民党，敢那神咧，这都是一破病啊，一破着 Stockholm Central，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安尼来解说就一通啦，哦，无伊你破啥物病？啊，即马过来，啊，现在一个人讲，台湾有三只熊，哦，一只熊叫做吴伟熊，一个吴伯熊，哦，啊，还有一只嘞，神经无正常。现在说
中国是一个打败仗的战胜国。按你讲了，你就水清楚，伊敢有打胜仗过？迄个沿海各省拢有用提了了啊，那打胜仗、打败仗，但是伊只是战胜国，哦，伊是靠美国人的势力打败仗的战胜国，哦。算了，蒋介石吼落台了后，得去上海啊，去运黄金出来。这是偷窃哦，那叫中华民国的政府是，你偷窃哦，啊，这黄金运出来，啊，运去倒，拢讲运来台湾啦、啊。咱哦，爱用个卡头乌去想，迄阵台湾嘛危险，伊敢要运来危险的台湾无？头个卡头乌去想啥知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但是。事后几年了，我有听过一个人讲，伊伫黑小岛去用关的时阵，哦，有迄落一个中国兵啊，海军嘛去用关。伊讲伊就是迄个黑带船哦，载黄金船，哦，载黄金船为上海开出来吼，毋是开来台湾哦，先开去菲律宾。啊，休几日工，啊，再来开了台湾。哦，啊，就是讲黄金迄个99.99的吼，袂卖，还是安怎处理？怎么样处理？啊，运来台湾是啥物物件？是金杯，吼、哦，金的装饰品，吼、哦，金盘，哦，迄拢毋是99.99的，哦，迄差不多有拿着其他的金属的吼。哦啊，要安怎甲人算小歹算？有计数无？有啊。但是你要一项将算歹算，迄个有来运来，运来放喺淡新店的往乌来的路的边啊，有一个山洞，甲放喺遐。有人去看到无？有。哦，陈思梦讲去看到。陈思梦讲，伊去看迄块黄金，都是金杯啦，吼、哦，哦啊，金盘啦。啊，正港的黄金走去倒去，绝对无落藏喺台湾，哦，绝对唔来去藏喺倒去，去南美洲卖衣裳，哦，还是去用贪污去，再个讲，哦，所以咱即摆爱注意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即黄金无来台湾，哦，啊，伊挑工矮化台湾，哦，啊，台湾母语甲你创伤，哦。啊，唔知何罗威创伤哦，客家话、什么原住民话拢甲你创伤，啊嘛甲你丑化台湾人，哦，阮咧看电视哦，你就知影讲咧搬较低阶层，绝对叫你台湾人搬，哦，啊，一挂物件，中国人来台湾了，互台湾退步，哦，哦，搁刷落去吼，伊。甲一挂街路的名改做中国名，哦，即以后民政府主政了，拢爱给改倒转来，哦，袂使什么中山北路、中正路、什么广东街、广西街，诶，无好了，哦，哦，即挂吼，啊，讲伊是民族的救星吼，啊，即。就胡说八道。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一号人物？一耐掌权，主要就是伊吼，孙中山叫伊去吼，伊看伊讲啊，伊捌去日本的军校受过训练哦，哦，啊虽然无毕业，哦，来送去莫斯科。啊，邓海斌做黄埔军校的校长。啊，黄埔军校向提及出来，苏联，好、哦，苏联哈，哦，我交有一张，哦，交有一张相片，哦，陆军军官学校，1924年六月第一次黄埔军校开学了后，孙中山、蒋介石甲苏联代表一
同嫁出豪门。这个孙中山，这个苏联的代表啊，这个蒋介石站后边。这张相片代表什么意思？这张相片就是苏联迄阵哦，苏联的革命是1917年列宁成功，啊，1919年过两年了成立第三国际，第三国际就是提钱哦来训练外国的人来变作共产党。所以他这项第三国际真成功，所以真短时间十几个国家拢变成共产国家，啊，包括中国。孙中山迄阵讲过一句话，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，有人听过这句话无？恁无人听过？有哦，你捌听过吼？有啦，阮以前知读个就是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啊。安奈讲这款话，伊讲这话就是苏联提钱来甲你起黄埔军校，派教官来甲你训练，提钱互你的士兵有钱通领，叫蒋介石落去做校长，蒋介石因为有黄埔军校专北伐。伊用个欧洲式的迄个武器吼，去建这个北洋军阀，就顺利个，一下都拍到南京去啊。伊为广东拍到南京，敢有啥物战役？拢也无啥战役，一下都去啊。到个南京了，野心就大起来，大到啥物程度？大到将温林当作守林台。甲共产党派叫做清党，其实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嘛。所以即马你知影讲，即个黄埔军校迄个将官去到中国了，什么国军啊，什么共军都是中国军，是吧？对不？迄咪是无历史根据啦，拢因拢讲历史根据，就是但是。蒋介石把恩人当作仇人看待，太，这历史上有这个记录无？把温林当作守林，有啊。汉高祖刘邦杀韩信啊，明太祖朱元璋太死几数十名，伊的大功臣做一群拢太。那人那心理那变安尼，这就是吼野心大个，准备要永远霸占，所以把温林当作守林，派。这个汉民族受到奴化教育。就是像安怎样呢？跟儒学、儒家的关系，儒家不是派人哦，但是和派人跟统治者去利用哦，伊利用科举制度哦，统治者加儒学加空加科举制度，和人哦，你哪去升官？为了升官发财，你去考，你干来读？什么字都好，读四书五经都好，你出来都免读。地球是圆的，变的，跟你有啥关系？你跟升官发财没有关联嘛？所以人的头壳都去会碎去。全干来会晓四书五经，会晓四书五经，你就升官发财，都好啊嘛。出来你就免叮当，所以汉民族全作为一个外国人的次殖民地。连殖民地的地位都无够，叫做次殖民地。次殖民地举一个例啦，咱淡水有一个红门城，对不？这高雄旗津有一个英国领事馆嘛，以后嘛，迄个创啥？迄船位遐低吼，收出口税，收进口税，
是伊在收英国人收去哦。哦，因为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啊，所以全哦，啊无我也无钱给你，啊无这个港口给你收钱，迄、那个港口给你收钱，啊就即马国工作倒来就是讲，哎、欸，淡水港是位多较多叫做淡水港，位淡水来个大稻埕。大稻埕，过落你啊去啊来个即个芒果，规抓拢叫做淡水港。啊，淡水港啊，英国人嘛野心咧，诶、欸，即钱安尼要行啊，定时在行完。哦，所以讲即个叫做正港诶。哦，啊，所以就起一个副港，副港就是归南港。哦，啊，那伫南部吼、哦，正港是倒位，安平港。哦，啊，富港就是高雄啦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就是安尼啦，所以咱大家听人讲，即正港的吼，哦，你也爱先说爱知影即个代志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来讲吼、哦，台湾的民族英雄，恁爱捌的，哦，我就爱念即款名，互恁知影。第一，即个荷兰时代是计划因。但是失败。晚清的时阵，朱一贵大武王林松文地条村，林松文哦，控清哦，有清国有三次派兵来，一次派兵林松文给台英上，李出来台英上，第三次集合着中国全中国各省的精英来拍来台湾。啊，其中有一支军队特别较奇怪，叫做。四川屯垦，四川的垦啊，四川的垦啊是啥？是西藏人。啊，西藏人是伫生活伫四千公尺的悬山。因拍到台湾的时阵哦，林松文走去南投的山顶，应该中国兵啊都走袂起去啊。哦，山上悬走袂起啊，但是西藏人走会起去，给抓起来。哦，四川屯垦。啊，三次派兵来，大概林松文抓起，啊，地条村，哦，日本时代咱有甘大西、瓜地和林小鸟，哦，这控制三命，哦，一只西、一只虎、一只鸟，哦，啊，日本人照个安尼，面啊清顺顺，哦，啊，台湾客家人咪是讲无民族英雄哦，有吴唐兴、徐湘、江少祖，江少祖即摆吼。在新埔还是多位吼，有一个叫做江仔吼，就是江少祖的，甲伊有关系。西来庵事件吼，就是国叫做达巴尼事件，就是即卖的台南玉井，玉井这所在吼，吴清峰、罗俊、江丁吼，即个日本吼。是日本时代的时候，日本人给判死刑的吼，判将近一千人死刑。啊，日本的国会议员讲：“嘿，你笑的，哪有一个革命事件，你判一千个人死刑？你这安尼，你这政府唔对嘛？日本也过顺风民主嘛？哦，啊，所以动的，动的时候已经三百人去被抬去啊，村的人无计多赢了。”这是西南的安事件吼，这拢每一个拢真有真侪故事。武侠事件吼，莫那鲁道，就是咱即马最近咧播的一出电影吼，咧播即个莫那鲁道的故事吼。阿伯就莫那鲁道，在我的主意下，伊要去自杀，伊那要去自杀，在电影交代无清楚，原因就是吼。伊发现着，伊伫山顶无盐，咱要食真简单的盐，无盐啦，无盐即身体就会败坏，哦，啊无盐全要就自杀，啊奈无盐，因为盐的总代理就是郭先生，哦郭先生吼安尼控制掉的，哦，所以郭先生替日本人做真侪代志，哦啊等于即出电影我该写出来，啊咱。有学历史，知影这情代志爱交代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咱好兄弟他都有讲过，
台湾人是中国革命之母，孙中山来台湾要提啥？要提钱嘛？台湾人钱真侪花嘛？哦，伊卖叫是伊就来台湾，干那来遮安尼说者就走，伊来遮摕真侪钱吼。1970年，咱有数理署刺蒋案。这个刺蒋案哦，明仔载主角男主角丁祖宅哦，会来遮甲你演讲哦。伊在美国，蒋经国走去美国的时阵，啊，丁祖宅甲伊一个亲戚吼，叫做黄文勇，两个牙枪拼，甲丁。甲蒋经国骗，啊骗无死嘞吼，啊电脑去用掠去吼，去用关，吼啊迄、那个人吼、哦，明仔载会来讲互恁听，啊恁咧该问当时的问题啦吼、哦，这第一人称啦吼，哦，咱台湾话吼、哦，咱无失去台湾文啦吼、哦，啊，世界上巧的民族是台湾民族。台湾民族有世界上巧无？我敢讲一句话，讲台湾民族世界上巧，因为安怎？我伫写书的时阵，超工去参考2004年，迄、那个美国专利发表，拢总有几件。哦，美国人得到专利80000件。日本人16000件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第二名日本人，第三名德国人，哦，9000件，第四名台湾人6400件，哦，啊，毋着咱排第四名咧吼、哦。但是咧，你若用个人口数落去平均一下的时阵吼、哦，美国是300个人出一件，台湾270个第二名，啊，日本人260个第三名。啊，咱台湾甲美国差10%，哦，差10%。啊，假定咱台湾是英语的民族的时阵哦，那早早都赢过伊啊嘛，对不？所以咱台湾是世界上巧的民族。啊，最近的迄个国际比赛嘛，是台湾的那有关知识的去比赛，咱台湾人拢有得着奖，哦，所以莫看去台湾。台湾是世界上巧的民族，吼、哦。啊，讲到228的原因，吼、哦，即马无较无人在讲。228的原因是台湾已经进步到一个社会，一个阶层啦。中国人吼、哦，唔捌字的来管捌字的，啥物叫做唔捌字来管捌字？我去读新南医的时阵，一个原住民同学，啊，迄、那个原住民姓全啊，全部的全啊，我感觉奇怪，你哪姓这个姓？你全字是安怎来？爱甲讲半波，我讲恁老爸姓啥？我怀疑讲，伊甲因老爸无共姓。伊讲阮阿叔吼姓金啦，金文的金啦。啊，我讲啊，恁阿叔姓金，啊，恁那姓全。伊讲啊，着中国个副资源讲加两点减两点共款，对无？啊，着叫捌字个去，毋捌字个管，着是安尼啦。哦，所以我别了，甲你管一遍吼。即第一，伊个文化水准伤低；第二，伊个迄生活水准吼，迄毋知安怎计啊，会向来甲你骗钱，40000换1元。40000换1元，我讲哦，什么叫40000换1元？你一台奔驰的汽车，价值200万，我甲你请你食一顿早起饭吼，50元，啊，都甲你换过来，安尼你卖无？我到台湾拢会安抢抢去啊！哦，台湾人善去，明是台湾是善的所在，台湾钱阴卡巴，你爱去？为荷兰时代，咱都阴卡巴阴个。日本时代嘛，第一到国民党的时阵，才拢散去，后迄落代志。哦，你爱怎讲？咱有这款的记录的，
啊，二二八的原因吼，哦，中国文化，咱唔知咱是唔是中国人，去用骗去，所以爱注意这样代志吼。加在有民政府，就是讲 people of Taiwan 甲 people on Taiwan 的不同点，哦，这是有关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甲这个 people on Taiwan on 就是徛在台湾顶头的人。区别，哈、哦，这张咱有讲过哈、哦，啊，这张就是周恩来当时是因为共产党出钱去黄埔军校，所以周恩来哈、哦、当时是这个的名片，哦，在黄埔军校时的名片，周恩来是做教务长，就是副学校长就对了，第二把交椅了，所以。黄埔军校成立的时阵哦，都有共产党军都出来啊。哦，不过迄阵共产党的人口实在真少啦，哦。啊，西方奈强，哦，咱都讨论即个东方都咱嘛，啊，奈西方奈强，嘛爱有一个原因来解说即个道理互听咧。西方强的原因就是讲，因的思想开放。因的思想底吼，一五一七年16世纪初的时阵吼，即个马丁路德，哦，伊是一个传教士，伊感觉讲教皇发的迄个赎罪券，哦，赎罪券，你人有犯着罪吼，啊，你来买这赎罪券，这赎罪券甲台湾的小金纸吼。异曲同工啦吼，台湾那个金纸是你去现在去金纸纸行买都有啊吼，啊伊这里头你爱交吼，新台币10,000块，吼，还是美金1,000块，都有通给你一张。啊你若交10,000块，就给你下面10,000块的罪，啊那1,000块1,000块的罪，啊买愈多愈好，啊迄个钱走倒去，吼，教皇歪去，啊所以吼。马丁路德写教皇95条的罪状，哦，啊，引起一个宗教改革，宗教重要的改革，啊，这个宗教重要的改革了，哦，西方人的头壳开开，哦，开开，伊敢讲地球是圆的，哦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就是因为地球是圆的，我从北纬17度往西走，直直行，一定拄到印度，所以行，哦，行3个月了，拄到一个岛，啊，看到一挂人，嗯，恁这挂人叫做印度人，就创我到今仔日，美洲人叫做印第安，咱只欢迎叫做印第安哦，其实都是印度人啦。这个迄、那个错误，啊，佮第二个错误，迄个群岛叫做 West Indian Islands 西印度群岛，佮印度八竿子打不到关系，一个在美洲，一个在印度，哦，伊想讲地球啊，细啊粒啊，行到10天安都拄着的都是去爱看到印度，哦，所以，但是你爱知影，因都是安尼，量化精度维度，佮地球画出来。啊，当时哦，那讲宗教的部分，因啊，把这个圣经翻译做德文、英语、法文等等各国的文字出来。我调工去问吼，回教的人吼，咱民政府有一个为印尼来，我讲你是不是回教徒？伊讲是啊。啊，恁的圣经什么款？可兰经啥款？吼、哦。因为甲讲当讲西，唔来讲啥，意思就是讲，迄、那个可兰经吼，那正经的拢爱用个阿拉伯文写的啦，啊，因唔是阿拉伯人吼，所以吼看拢无啦，哦，基本上吼，伊也不开发，哦，一个缩掉的，所以回教的查某吼，拢面啊拢黄黄起来吼，哦，
恁若要带人去旅行哦，带太太去旅行哦，去回教的国家爱注意，迄太太面嘛都爱去黄起咯，真麻烦啦，就对啦哦。伊歧视女性哦，啊西方会强起来的原因，就是因思想开放，啊汉民族思想缩掉的，所以四书五经来对科举制度。升官发财考试集体给你出一个标准教科书，你读一本啊，考取上最分的你就能调，这种不是很好的方法，就给你头脑锁起来，应该要开放。所以咱台湾人啊，出国旅行，出国去读书，去到读到一个程度了后，伊的思想就开放了，伊才知影讲过去去用锁掉。所以西方强盛不是无道理，所以伊强盛起来出来，伊个工业革命、哦、文艺复兴、哦、等等出来，啊，中国在原地踏步，我讲欢喜。哦，啊，孔孟思想的遗毒，就是讲，孔孟思想不是无好，但是去予无好的人用哦，就算不变歹。这第二次世界，不是日本人在1895年占台湾了后吼，第一日中，即摆一日中吼，甲这个陈焕英遐吼有一个真大间的孔庙，拄好起好十几年来了。啊，第一任的总督就来发拆起来，这孔子的这物件不好拆起来。啊，但是买手。来一个后藤新平啦，后藤新平吼、哦，这日本的这个官员，伊讲哎，安尼唔对，伊挑工讲，那台湾的控制控啊，这么厉害，哦，啊，过去统治者就乖乖甲你统治，啊，你这样呢，日本人来甲你统治，你就甲我反控啊，这么厉害，去做一本书叫做《台湾古官调查》，台湾古的。管调查迄本书我有看过，伫图书馆有吼哦，爱讲啊真详细，讲啊连椅啊爱坐什么款的椅啊拢有坐，爱阵就讲哦，台湾人有两种，一种就是台湾人本土台湾人，一种就长沙人啊、哦、啊，长沙人爱钱惊死，佮爱贫嘴哦，啊，袂就即句话叫人。解说讲台湾人爱情惊死爱面水，唔对，是长沙人爱情惊死个爱面水。哦，啊，孔子的思想到底倒位唔对？哦，伊唔对的所在伫倒位？伊即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哦，你对即个君王的态度，哦，尊敬、畏输。就等于你对恁老爸的尊敬，按这句话讲唔对，这句话看起来是对的款，但是啊，你有几个老爸，你一个哪样嘛？哦，你对一个恁老爸真尊敬，我绝对甲你赞成。但是对君的时阵，君哦，有当时啊有90岁、80岁、70岁，嘛有3岁，啊，你对迄3岁要尊敬什么？绝对是去向人啊嘛，所以。在这个欧洲，人东罗马帝国有2000年的历史，一个朝代。在中国哦，25世啊，一个无到3500年来呢，25世哦，就是讲，换一句话讲哦，就是100多年都换一个朝代，啊，那100多年都换一个朝代，就是你尊敬的人唔对啦。到尾就被孔融推翻了、哦、啊！汉民族在这款的经营下，自然就衰弱去。哦，啊，咱即马有这个民政府在讲一挂话吼，啊，在讲一挂互人开放的，眼识因看较远的一挂代志吼，自然咱台湾人可是世界上巧的民族，免过偌久，咱就用自立。啊，即摆
讲到厦门天地会。厦门天地会，我细汉的时阵知影讲有这个组织，这是外省帮挂，外省的迄落地下组织。但是其实啊，这是为台湾发展出去，因为陈先公啊，甲陈英华。陈英华是算讲伊个军师啦吼，来到台湾了后，伊发现着为什么伫中国安尼兵败如山倒，一寡大官用个钱都该买落去，我官位该啥子落去，田子良个顶顶安尼叫落去，啊，啥物人你摕钱无法度该啥，都是上基层的人，因为基层的人遐尼侪，你啥一个，啊，还佫有几百个，还佫无互你啥去。所以就要为上基层的人来努力，所以设立这个厦门天地会，哦，啊，厦门天地会，吼，哦，啊，这陈英华，哦，第故事书内底拢讲陈近南，吼，哦，哦，这个名，吼，哦，啊，厦门天地会伊创立有创立的方式，哦，哦，咱来讲一项物件。厦门的人见到面，甲你握一个手，你就随知影讲伊厦门。你吼，甲你隔壁的人握一个手，安怎握？我甲你讲，这手吼，放阿哩，阿哩握，你甲握看卖。你甲隔壁的人小握一个，握一个吼，啊，对对对，安尼握。啊，你就随知影讲，这个人是厦门的。啊！那伊无甲你压咧，你这个人不是厦门的，哦，所以一下就知影兄弟啊。哦，啊，这厦门一个有虾米物件，一个查证，哦，加下来地点，哦，查证。这个我只有一张图，这张图是布证。我的地点嘛，要啉茶，哦，这地果。啊，一杯杯啊，放一下，啊，一杯啊，放外口。啊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在找人。哦，这查证。哦，这找人都一家搬外口的地吼，移入盘中，啊来收请，啊就讲木雅城内是乾坤呐。义气全凭一点红啦！今日义兄来叩门，卖甲红英动外人，所以来藏一个。哎，伊知讲啊，你这都是红门的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下开一个骨脑百度吼，通有法度通互你看吼。啊、哦，牧羊症，这个双龙相龙争欲症，吼、哦！哦，这个成功者破去了清。清水换红茶，伊不爱滴万青啦，要滴红红的意思就是吼、哦、红武吼、哦，就是明朝的意思吼、哦。哦，一杯水，吼、哦，啊，一杯水判一下，啊，也停茶落去，哎、欸，这感觉的，哦，这江湖的术语吼、哦，就是安尼流落来，吼、哦，所以。哎、欸，啊，一挂物件来走去中国，一挂是因咱陈友、陈英华在咪台湾创立呗，陈英华在咪台湾创立呗，但是拢总23年了后，台湾的军队吼、哦，专去荷兰吼，拢叫去中国啊，啊，所以甲这个文化全传去中国，哦，啊，传去中国去甲。每一个所在都变一个名啦，无一定叫做红门啦。哦，马酒，我过几年过吼，哎、欸，乾隆皇帝做皇帝了后，这个东西不好，所以伊就设一个廖别阿帮。廖别阿帮是啥物帮？叫做青帮。哦，红门是正宗的，啊，青帮是挖满清的，唔是叫做廖别阿帮。青帮啊，蒋介石就是参加青帮的，哦，黄埔军校大概拢是青帮的，哦，拢廖别啊出头。今嘛我讲，
这是咧比较啦吼。1895年的台湾，甲1931年的中国东北，日本人来打台湾，伫1895年，台湾的人口300万，哦，有36000平方公里，日本人开76000名兵，用6个月的时间打到台南。啊，即马阁讲吼，伫中国的代志。中国是伫1931年，哦，过了36年了后，日本去打中国。啊，中国即个东北有偌济人口？3800万，是咱台湾的12倍。哦，土地是130万平方公里，哦，是咱的36倍。哦，啊，日本人敢若派20000名兵去打中国东北了呢？打台湾用开76000名兵，啊，打中国哦20000名兵，敢若开3个月就甲主力中国占起来。啊，即马来讲，那阵啊，住喺中国的东北是台湾人的时阵，咱用德国倒菜刀都要甲日本人拼吼。即、這个日本爱开216年，才有通拼赢啦。结果伊3个月就赢，你看卖是毋是咱台湾人真伟大？所以我写一本书，叫做《伟大的台湾人》啊。就是在讲一挂代志，比较，才知讲咱台湾人确实有影伟大，哦，啊，这是查证啦吼，我今仔这是加减，互大家看卖一下吼，哦，这地震吼，这真侪创法啦吼，哦，这是互大家看卖一下就好啊，就是讲，这布阵满空的。啊，甲即个林先生，哦，安尼，伊拢有伊个意思啦，吼、哦。这是加减互人参考啦，即爱研究的人，在了了，我资个内底在买资料来看啦，吼、哦。哦。1894年甲午战争，清国战败，甲台湾甲辽东半岛割予日本。哦，啊，马关条约，第5月初8日起，日本就正式为清国取得台湾甲澎湖的统治权。哦，1633年，他都有讲过，顶点钟有讲过。日本有锁国令，哦，将外国人锁在日本的之外，同时也把台湾锁在日本国土之外，哦，对吧？1662年，统治者是有日本人的血统的，平户，平户是在长崎的边啊，哈，平户，田川，达卡瓦的。家的身都是郑成功啦，啊，郑成功占有台湾23年啦，吼，这都是他，即卖是这张图都有表现给予大家看过吼，哦，但这张图是一个有人个另外画起来吼，用个黑白画的吼，哦，这都是汉林海产的厝啦，吼，啊，这是日本的宿舍，日本人住的厝。这个中国哦，第一西洋叫做 China， 啊 ，China 是啥意思？肥啊，哦，因为迄个所在出产肥啊，哦，所以叫做 China。啊，我以前读书，不是安尼讲哦，是讲迄个大秦叫做 China， 我也唔知安怎去编的，我唔知啊。啊，都肥啊，都是 China， 都是对啊。啊，你讲什么什么，不是什么未见晓的代志嘛？哦 ，China 是真好的物件。当时要为中国出产两个特产，这两个特产，一个就是肥啊，
一个就是丝啊，用个 silk 哈、哦、做个衫哈，运去西方啊，迄条路叫 silk road， 丝路丝路啊，当时有法度运丝去哈、哦，但是无法度运肥啊去。肥啊安怎？你放个骆驼个脚只片啊，经过戈壁大沙漠啊，破破去，破去机会真多啊，无破去哦。不得了，我有一块肥仔的盘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就阮到客厅上重要所在，安尼个藏的，唔甘用，哦，啊，我去美国人的厝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啊，恁到的客厅安内，拄啊内底藏，阮灶卡的物件，藏肥仔，会藏不藏盘，恁唔藏啥意思？哦，我头一回去，啊，原来就是应该这肥仔当做布了。水水奶奶，敢那新的嘞，哦，啊，就是这个东西的这个文化了，吼、哦。这所以讲英语吼、哦，支那是从 China 改换作支那了，吼、哦。啊，算了，日本来占台湾吼、哦，是1895年，哦，啊，海军中将华山之计，华山吼、哦、来。他一叫派住在辽东半岛的北北川宫领救秦王，这是明治天皇的小弟堂弟哦，啊，带日本的禁卫军团哦来台湾哦，北白川宫能久来台湾，这个就是北白川宫能久的相片哦，这个明治。啊，这个嘞，北白哦，这个北白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名字，哦好，我，我给，哦，哎，好，我给能讲头前，哎，哦。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来台湾吼、哦，结果打去个台南了吼、哦，专去台湾人吼、哦、台死，哦个德国倒菜刀啊，看伊徛一只白马，啊专个扑落去，为暗棍那个扑落，啊这受伤了后的这个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吼、哦，专入去遐一间小大间的厝，叫张厝，哦张厝去就医。但是全死去，啊！对外发表讲死的马拉利亚，啊，其实是去予台湾人害死。啊，那安怎证明那去予台湾人害死？一转哦，日本兵啊，见到台湾人就害了，他们遐富贵就害了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规撮亏吼，拢是废啦。哦，有这款的记录，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就是哈、哦，即马才改做什么？这个抗日的碑啦、啊。其实日本人写的东西，这个是北白川宫能久，哦，亲王，哦，啊，这先算好大家了解，这清国的迄个国旗啦，清国的国旗。所以哦，咱定来看西洋世界的画迄个。东方世界的时候为这只灵啊吐血嘛，就是为这只灵嘛，哦，啊，当时台湾民主国，哦，的国旗哦，蓝地黄虎，蓝地黄虎，这个旗啊画唔对，画都无好，台湾也无出山好啊，哦，无出山好，你画好唔办咧，哦，这拍马屁，啊，蓝地黄虎哦，伊是。啊，这个音啊，吼，台湾民主国的国号英清，啊，英清就是英文清朝的哦，这嘛唔对，哦，这都是无。啊，在黑队本来有三营的清兵哦，啊，三营的清兵应该有一营有500人，三营1500人，啊，结果呢，结果算了，看到日本人来就走了。啊，四散西界逃亡，就是炸掉迄落
不去走，啊，走去倒，走来台北城，啊，走来台北城吼，走来台北城，啊，创啥呢？抢劫，咱们台北人抢劫，啊，抢百姓的钱，无打紧，佮抢官方的，官方的所在，哦，啊，所以买酒，买酒，即个咱台湾做地米大王吼，哦，诶，转达邀请。叫三个美国人，三个外国人、哦、去邀请日本兵进来、哦、这唐景崧，这是台湾巡抚，他最早、哦哦、啊，议长林维元、哦、这林家邦桥林家、哦、林维元第二天就选了、哦、啊钱也选这挂字哦，这是参阅 James Davidson 写的 ，The Island of Formosa 哦，第三百页的所在哦。总统也走，总统选是修国十四天就选啦，伊都无台湾意识的，叫长山人来做台湾总统就是安尼哦。啊，柯文哲哦，柯文哲嘛选哦，甲款乙去，这是连横下的台湾通史下。逢甲乙甲款乙去，货源近十万云啊、哦！你这么算啊、哦？啊，求文甲被做算的时候，过做一首诗：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，便都去做吃椅子，回首河山亦黯然。啊，这首诗哦，敢那大家拢爱背款。啊、哦，嗯，这个。完成诶，完成唔到来起铁路，但是其实咧真侪铁路吼，迄、哦那个全国上早诶电报系统，台北市上早装上灯泡，哦，嘛有自家己诶电力公司，哦，所以台湾是比中国比较进步诶，哦，啊，我讲地米大王就是即李春生，哦，李春生，啊，郭先生。郭先生人讲，伊去迎接日本兵入来台湾，所以伊才有通做大官。啊，其实这个吼、哦、有值得商榷的哦，因为郭先生当时的郭先生吼、哦、是叫做罗汉卡，困都点，安内困都点，歹困包围，因为都点较好困啊，都点吼、哦。毒毒啊，唔吼！啊，再去卖毒啊，毒毒个啊，一挂毒吧吼，个嘴吼，都伫毒点点头嘛。啊，你若无该洗个清气哦，计等下会臭去嘛，所以一定爱洗个清气。啊，洗个清气了后，这郭先生就来遐困。啊，这郭先生困毒点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伊讲伊去。二队迎接日本军，无可能嘛？迄啰五六天光吼，伊安怎迎接日军咯？伊看讲迄阵下昼两点外，太阳就来，伊安尼看。啊，日本人讲哦，遐一个人伫个行哩吼，也胡白乱讲的哦。因为郭先生无可能他行啊二队去，行啊二队一工未到。行到水顶卡啦，行到水顶卡就是倒位啦，十字，咱即摆十字啦，行到十字是有影啦，吼，啊，行到十字的时阵哦，日本人要信你无？你代表啥来？哦，该讲日本话不通嘛，该讲英语不通，该讲北京话嘛是不通，嘛唔捌，都爱讲台湾话，啊，台北城。有规则规，两条规，洋人街咧，讲英语是受霸名，会晓讲啊，叫阿你叫了，啥物拢不懂的，安尼来讲，日本人要相信，日本人也毋是阿土的，对吧？不可能嘛，哦，但是李春生要就该提拔啦，啊，李春生是做头一任，哦，诶，这个官员啊，刷了。李春生都不爱做，啊好，我这个郭先生做，啊郭先生人也巧，
啊，其实去这个去最顶开迄个外国人吼，有 James Davison 这个人写一本字典记者，哦，英国上林 Samson 甲德国上林 Holy 什么人吼，哦，啊迄阵台北有英国兵35名，德国兵20名，哦。所以日本人看一挂人都确实名是这个来讲的，这个代表台北城来讲的。我看今天这安尼讲啊，安尼已经差不多吼，啊，感谢大家收听。立正，站立，下课。